一年一度诞生巨人队，出生的日子 Discovery Day at Oracle Park。 想到幸福，小朋友是不是要在玩机器人，写程式、寻找东西，或者是做实验？来看看每年在旧金山巨人队出场的科学的三位。外面有 Berkeley 的太阳人车通过安全，这上小扶梯，雪队人就机构一起的 Oracle Park， 让大人小孩一起玩科学。我们参加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有新的收获。空气力学很棒，显微镜观察，人类考古，昆虫生态，化学变化，整个球场都可以走动，有走到红土球场，可以打投手球拍照，踏上来吧。在球场实验空气火箭喷射，做家具，用太阳灯热吃火，棉花糖着火啦！野雪的摊位很丰富，很有创意，熊熊软糖解释 DNA， 好吃像冰淇淋的制作，看到恐龙。有火山体验，还可以穿上化学防护衣，最特别的神奇器官，我们可以触摸的抽烟休息区，不要错过哦。除了科学，三楼有游乐场，有溜滑梯，可以看到练习区，还有弯曲大桥。骑自行车，最上层的贵宾老餐，热的机器人，有些会投球给小朋友抓。我们可以控制小机器人，还可以看到自然队长辈，尽管很好，肚子饿了，有汉堡薯条，可以坐在观众席享用。要怎么吃呢？可以坐 Caltrain， 坐在几站？旧金山，走五分钟就到了。一起玩科学吧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拜拜。